哇，李长担任我们总领队，李长李长很帅哦。那我们队里面有我们的三级口级连心功集合的山岳雪独角仙境，是亲子休闲旅游以及在地运动的最佳场所了。接下来要讲究的十分之一生育率，哇，也是排名第一，象征了我们的市民居民的信仰中心之一了。那附近的绿树成荫，环境优美，曾获全县环境比赛的第一名哦。哇，所以呢，你要听下期品茶，欢迎我们乡亲莅临，共享美好的休闲生活。紧接着要进场的是我们的竹围里，有请由我们的里长廖振辉担任我们的总领队。那在镇内的助商活动内，维护里内的街道环境清洁工作、健康活动、简易劳作，哇，非常非常的厉害哦，是我们的竹围里。现在呢，要进场是我们的竹和里长，哦，应该只有幼儿园的小朋友，很可爱。那位于我们的青竹二期的交汇处啦，哈，那我们是农业村庄，那有南郊的互通南北，交通便利，里内有包公庙、茄东公庙，哇，是神奇显赫哦。那我们呢，里内呢有我们91岁的长者的我们的总领队，那里内有著名的数以秒流传的侯启功，身着我们的红袍战，非常非常的灵验哦。那下面高的也是奉玄天上帝为礼的信仰中心，以上是中心山老人会的理事长吴明辉担任我们的副领队喽。那我们的里内总有4200多人，那里内有9区自行车步道，然后源头是我们的苦林亭，可以视野辽阔，哇，可以俯瞰竹山市区，还有远眺到我们的麦寮六轻，为运动、健行、登山、望远的好去处，哇，在经过总领队。那本里呢是我们的竹山镇的行政总席了，包括我们镇公所，看到我们校长了，然后那另外我们的早市街道也是非常运动休闲的，竹山公园也是非常宜居的地方。那里面呢，队伍里头呢还有高龄90岁的林子章阿尚，哇，也到我们在我们的里内天心宫啊，侍奉的就是我们的玄天上帝，也是我们的里面的信仰中心了。接下来第11个要进场是我们的秀林林立了。雨雾笼罩，山岭十分的秀丽。在921地震之后呢，毁损的石玉户住家全数保留，作为地震研究跟我们的教育的活教材。另外，我们种植我们的红毛丹，广受喜爱。福山岩主持神火为观世音菩萨，也是我们的里民的信仰中心。接下来呢，要进场呢是我们的12的理由。那今天呢，哇，我们团结一条心呐，哈，那邻里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和谐。那以上呢就是通过我们的，是我们的联合里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耶！哇，来跟大家，联合最强最强，有我们的口号，我们的大会主席哦，我们的镇长，还有我们今天的桂冠山担任我们的副领队。哇，我们田池里有竹山后花园之称，拥有丰富的自然生态的景观，如外田子的冷泉坑，有蛇柳的赏萤秘境，还有我们的刘腾平的樱花廊道，大人洞的竹海，还有多处的赏萤圣地哦，茶园风光，哇，宛如仙境啊！我们的队伍里头呢，有高达97岁的张丽华阿尚嘞，哎呦，掌声鼓励鼓励，耶！接下来呢，要220到260公尺之间。居民呢都是以务农为生，以当全部大宗的经济作物以茶。每到的采茶期的时候呢，各家的自制茶厂人声鼎沸，哇，是农家乐的最佳的写照了。盐山里呢也是我们的赏夜景的好所在。哎呦，要睡了，哦，家多吹，夜小生好，哥哥姐姐身体好，隐藏巷道不好找，土地公庙大侠。祝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顺利，哇，农村喜
形态的产业以茶叶柑橘为主。那地内的哇，我们的已经有个献祭哦，是我们地方的重要的宗教庆典。那秋天的时候，我们的十六家，等一下我下班之后也要来买我们的 ORG。 那另外呢，我们三重另外特色是两个社区，两个老人会，两个环保义工队，那有种植我们的茂谷柑、火龙果、稻米，造就地方农业的经济发展了。接下来要进场，经过森林台是我们的社寮里，有请有特色的奖项林里社区地方庙宇，结合我们的发展旅游商机，带动地方发展。掌声鼓励鼓励，耶！哇，还有林天空中州国小、竹山镇立幼儿园也在我们的里内。每年三月都有饮马祖绕境回暖的活动，凸显我们的凝聚力以及我们的向心力。哇，借由这次运动大会呢，可以活络筋骨，动起来，彼此联系情感，向疫情 say bye bye。 另外呢，也参与我们竹山秀传音乐竞赛会的总锦标的冠军。以上就是我们多样丰富。那另外呢，还有生产我们的茂谷柑啊、火龙果啊、香蕉啊，哇，自用送你两箱饮哦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富州里来一日游，来感受我们的假日慢活疗愈的步道。还有我们社区哦，哇，获得非常多的奖项哦！在运动会里面成绩非常非常的优异。接下来第二十个是二十二个职位要进场的是我们的大安里，有请。咖啡夜乡愁，哎呦，我们大力掌声鼓励鼓励。哇，也荣获我们全国社区评这里优等奖哦，心里一起来赏花海，我们给德心里掌声鼓励鼓励。回声里内呢，我们的居民呢非常敦厚朴实好客，还有一个终年不断舍的出水井，以及百年家东树可供休憩哦。哇，是哦，可体验我们的河谷的吊桥观景步道，观瀑平台是我们的竹山第一美，以及我们的清水溪靠山靠河，水质佳，环境优美，种植我们的香菇、麻竹笋、茶叶，尤其啊，香菇是我们竹山镇内最大的茶。我们金萱茶已经成为全台湾全国最大的产区了啦哈。那另外在2005-2008年，就是我们村里的番茄气候果的统统里，有请给我们的里长黄培基担任我们总领队，社区总干事蔡桂莲担任我们的副领队。哇，我们跟云林县的古坤乡哇当邻居啊哈，三面环山，位于我们清水溪的两侧东部。那漫步在我们的社区的湖山水库的统头蓝河堰、统头吊桥，体验咱们山明水秀之美啊！那另外呢，参加我们南投县全县无犯罪的评比，也收获县评鉴的第一名。那另外呢，109参加竹山镇的个体环境清洁比赛，哇，评比也是我们的特邀哦！您运动竹山首战呐，吼！哇，小站的时候来自我们的竹山的所有的好朋友了。以上就是我的28里的运动员。
间的摄影师哦，数到三，空拍机也一起看哦，一、二、三，爱心，掌声鼓励。